问题明明子烫到了。明明子跟爸爸右手说可以帮明明子装个水吗？然后爸爸右手说好啊，你要多烫？明明子就说七分烫，七分烫就好。爸爸右手表示我不知道什么叫七分烫，你等一下可以自己喝喝看，好像蛮烫的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。明明子完全忘了，直接给他咕下去。哎呀哎呀，头痛头痛头痛，那个哟，七分烫是七十度。平民子不知道，七十度好像很烫耶，应该不对。帮平民子的嘴呼呼，平民子的烫到的地方是舌头，谁跟你呼嘴？呼嘴没有用，其实是舌头七分熟。阿妈有手，舌头了，舌头了，舌头了，太可怕了。舌头呼呼不要，不要舌头呼呼，我不要舌头呼呼了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行啊 ，OK OK， 正常运作，正常运动，运动是吗？正常了，正常了 ，Uso， 今天可以都这样讲话吗？不行呢，谁会这样一直讲话？谁会一直这样讲话？